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。Hello，Hello， 朋友们，来看看我们今天啊，我大概已经有好久两三个月没有录这样的视频了。今天尝试着录一下，也有可能到五麦一圈，然后就把相机给扔了。哇塞，你这说要扔相机这种话，我很紧张。现在就扔。我今天，你可以前面慢点啊，一贼的说。今天我们格飞的课表是五英里的轻松跑，然后在五英里的马拉松配速，接着一英里过渡，然后时程一分钟快一分钟慢，然后再一英里过渡之后，最后五迈 progression， 大家都听乱了对吧？听乱了就对了，就是瞎跑。我们课表全都是瞎搞，没什么科学不科学，搞下来就算胜利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这个真的是想摆烂啊，太累了，我操，跑完这圈都想回家了，太累了太累太累了。哇，真的临时修改个课表，我们今天不跑十九迈，我们跑二十四。我操，哇，我上了，自挂东南枝了。进入到 Go Marathon Time 的时间，长距离最后四迈的挣扎的朋友啊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
没事没事。不能太高兴。我们现在开始跑十组一分钟快一分钟慢的 Fartlek。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哦，我刚才提前摁了。还有一组，还有最后一组。刚刚把十组的一分钟快、一分钟慢跑完，接下来一英里的 float， 最后。还有五迈的 progression， 很难啊，竟然 work out。但是就练这两周了，下周是 Brooklyn Half 半马比赛，然后我们今天搞这么强，接下来几天只有学习学习，躺平。也没有，他可能会还会给他来一个 half marathon 的一个 tempo 之类的。不要啊！一二三，你今天跑步了吗？拜拜。